开饭啦！哎呀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，教练？啊，今天是中秋节，饮料喝什么？选一个吧。饮料要个黄色的吧？黄色的，就喜欢黄色。我拿着吧，先，好吧？给我放里边吧。月饼要什么？月饼，你看着来。那给来个最甜的，好吧？行。我给你拿着葡萄干的啊。你打的先打菜。我打的肉都喜欢。嗯。那我少打点豆丝。豆丝。鱼香肉丝多吃点。哎呀，保定版的鱼香肉丝。必须的。大虾。椒盐大虾吗？椒盐大虾。再来两只。再来两只。谢谢，都是我喜欢的菜系。哇，蒜蓉。娃娃菜。对，来点小粉丝。好，再给我来朵花行不行？给来朵花。谢谢。好嘞。手撕鸡。手撕鸡，这玩意儿好呀。给来两块肉，来个腿儿，来个爪子。哇，多来点。抓前手。好。我喜欢你的抓前舞。啊，没事，下次带你跳。酱牛肉。酱牛肉再来点。嗯。好嘞，谢谢。什么水果？要来一个吧。黄色，我说你喜欢吃黄色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我主要是喜欢吃你的尺寸。哎，我的乖乖，吓到我了啊！白米饭，拌面吧。好，行，谢谢开饭的家人们，中秋快乐。